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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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是臣妾负了，皇上不必在意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答应过我。要跟我一起宾夕，一起防风筝，还要一起生儿育女的。姐姐累了，你跟皇上玩得尽兴吧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相求。说，朕都答应你。这幅画卷，我想拿它陪葬，请皇上勿怪。不就是一幅画吗？朕怎么会怪你呢？请皇上答应。朕答应你，绝不食言。不，姐姐就睡一会儿。就睡一小会儿好不好？
劲儿。快使劲儿啊，娘娘！用力用力！再来再来！快，再加把劲儿！再来！哭啊！快哭啊，小阿哥！快哭啊！皇上，娘娘！哭啊，小阿哥！小阿哥还不足七个月，身子非常虚弱。恐怕快哭吧，小阿哥！皇上就没事，一定要让小阿哥没事。你放心，哭吧，朕一定不会让小阿哥有事的。朕亲自为他祈福，上天一定会保佑他的。传说只要独立爬上这石梯，诚心祈求，佛祖就会如愿。我不求你像个一国之君，我只求你像个人一样的活着，行吗？是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人，你以为像这样折磨自己，他们就能活过来，一切回到原点吗？你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身边最亲最爱的人都一一离我远去，可是我仍然坚持着走下去，从来都没想过放弃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相信你，你也可以。好，如果你要一直这样做下去，
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婉宁，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，还带走了我们的小阿哥？婉宁，来呀，来追我呀！婉宁，来追我啊！婉宁，来追我！婉宁，婉宁，婉宁，不要走，婉宁。皇上，该回去了，时辰到了，忘了我吧。不要啊，婉宁，婉宁。皇上突然流书罪己，消失不见，难道连皇位都不要了？这皇上为情执着，真是跟先帝一模一样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皇上找回来，还有，此事千万不可外传。那就称病吧。反正这个月来皇上都是称病不上朝的。你那也只是权宜之计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皇上找回来。不过这各个行宫都已经找遍了，都没有皇上的踪迹，这皇上究竟去哪儿了？
小心。皇上，福临，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行痴。不，你是皇上。你是我的儿子福临。不管是皇上还是福临都不在了。阿弥陀佛，请施主保重。你马上跟我回去。福临，福临啊，哥哥。哥哥，福临，你给我回来！福临，哥哥，福临，太后，太后，奴才去把皇上求回来。不用，通知鳌拜，皇上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亲的女人最怕一种事，那就是丈夫不爱，儿女不孝，孤老终身。你若敢发毒誓，我戴珊就信你。如果你说谎话，一辈子丈夫不爱，儿女不孝，你敢不敢发这个誓？好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说谎，我这一辈子就丈夫不忠，儿女不孝，孤独终老，你们满意了吧？这就是福临得的病吗？你们为情而生，为情而死，留下玉儿一个人，用一生去体会。长生殿，您真的要这样对玉儿吗？多尔衮，我多希望你现在就在我身边。我好怕，我撑不下去了。皇太后吉祥。皇奶奶吉祥。玄烨啊，这些天灯都是你放的？是啊，皇奶奶不是告诉过玄烨，点天灯能为百姓祈福，能让人有希望，能让人开心吗？
顺治十八年，孝庄皇太后对外宣称顺治驾崩，立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帝，即康熙帝，命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鄂必隆、鳌拜为辅政大臣，自己则以太皇太后身份辅助康熙走向大清最风光鼎盛的康熙皇朝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皇太后千岁。哎，你看，虽然我心中向往的生活离我越来越远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再怎么难，我都要咬着牙走下去。姐姐，我们到那边玩吧。好漂亮的流星啊！快许愿，快许愿。你想清楚了，宝剑已出鞘，归还给大汗，请大汗遵守诺言。皇上要记得，我是真心真意的去为皇上办事。是我，混乱龙脉的人也是我，求你放了博果儿吧，念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求你放了我儿子，我甘愿受死。博果儿挑拨多尔衮和皇上的叔侄关系，意图害死多尔衮而孤立皇上，他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。不，那都是我教他的，是我逼他的。皇太后，博果儿是阿古拉的儿子，他是您的亲侄子，您真的忍心杀他吗？哀家早就知道他的身世，要不是念着亲情，念着先帝的颜面，你以为你们还能活到今天吗？哀家给你们好好的生路你不走，你却偏偏要往死路里窜。
罪孽深重，我该死。额娘，求你放了我的婆婆儿吧，是我该死。娘，别再作践自己了。人家贴了心要诛杀我们，你除了家庭儿臣的罪，什么都不能挽回。儿子，是额娘连累了你，是额娘连累了你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事到如今，博果儿必须死。解开，这传太后和皇上密旨，送太妃娘娘和襄亲王去先帝园陵终身守灵，以赎罪孽。皇太后和皇上都不杀我。从今日起，襄亲王已经病逝了，太妃娘娘因为太过思念先帝，前往守灵，再也没有人会追究你们的罪。皇上和太后的意思，你们明白了吗？谢皇太后恩典，谢皇太后恩典。皇太后特别安排了方玉仪沿途随行，照顾襄亲王的病情。奴才就送到这儿了，两位保重。博果儿，额娘，你舍得紫禁城吗？傻孩子，额娘这辈子什么荣华富贵都享受过了，没有什么舍不得的。唯一舍不得的就是你。连他们都走了，这宫里啊冷清多了。格格还有皇上啊，将来儿孙满堂，一定热闹得很。但愿如此吧。凤求凰，这个名字取得好，正合你未来大清皇后的身份。我为他们出兵平乱，我们收这礼物可是无愧于心。虽然有时候你的表弟闹得不太像话，可你只要规行矩步，讨好你姑姑，再生个儿子，你在宫中的地位一定是稳如泰山。是。臣见过皇上。静儿见过皇上。啊，皇上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朕东西丢在这儿，得找回来。让臣去找吧，皇上日理万机，不应该耽搁。看来皇上连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了，那臣就不打扰了。
臭小子，要不是我出马，你这小皇帝早给人拉下去了。我好像丢了东西，得去捡回来。你也丢了东西。找到你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金儿滚金玉儿，你们安心的去吧。哥哥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最好的已经留在哥哥心里了。人活着是要向前看。儿臣敬你。还没入洞房就想睡觉，世上哪有这么偷懒的女人？人家又跪又拜的一整天，累得骨头都快散了。哎，你今天不是该去皇后那儿吗？怎么来我这儿了？啊？难道是朕来错地方了？那将错就错喽。你耍赖！朕没有让你当上皇后，你还喜欢朕吗？姐姐，
妹给姐姐请安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免礼吧。谢皇上。你也是要去向皇太后请安吧？那就一起去吧。臣妾昨晚可能没睡好，现在有点头疼，晚一点再自己去跟皇太后请安吧。那好吧，婉宁，我们走吧。哀家会处理的。皇上驾到。皇上吉祥。免礼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给皇太后请安。皇额娘和舅舅有正事要谈，儿臣先和婉宁告退了。皇上来得正好，你舅舅明天要回科尔沁，你就留下来吃饭，给舅舅送行吧。儿臣答应了要陪婉宁放风筝啊。哎呀，臣妾突然想起来，今天下午阿玛和姨娘们要进宫省亲，所以不能陪皇上玩了。那你就先走吧。是。看来这饭菜不合舅舅胃口啊。这材料嘛，都是最上乘的，就是落在不会烹调的厨子手里，糟蹋了。哥哥是在怪我管教无方吗？妹妹，哥哥说句不中听的，你这是犯了纵容之过。不管这瓜菜鱼肉山珍海味，你的厨子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，可他不珍惜，不按食谱烹煮，任意胡来，把好好一桌子菜给弄坏了，大家都得挨饿，还差点把厨房给点了，害得我千里迢迢赶来救火，不应该呀。朕倒是觉得越吃越好吃，舅舅如果觉得不好吃，那就别吃了，反正没有人强迫你吃。舅舅好意提醒，你怎能出言无礼？哥哥，我们家的厨子年纪还轻，脾气倔强，但是他懂事理，知错能改，哀家一定好好教导他，等下一次哥哥来的时候，让哥哥一饱口福，绝不浪费哥哥送来的好料子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臣先告退。苏麻，送哥哥出去。是。岂有此理，有话就直说嘛，拐弯抹角的骂儿臣是个厨子，儿臣的事轮到他来插手吗？你舅舅骂你不无道理，你也实在太不给面子了。哀家问你，昨晚大婚你是怎么对皇后的？皇上已经成家立室，该知道国家前途和儿女私情孰重孰轻。哀家不管你怎么爱婉宁，可是你对皇后的爱一点都不能少。儿臣知道了。都收了。是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在那边。
有谁赢了？本宫想他一定心死。我忍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终于我娘出一口气了。好的，哎呀，踢快点，踢快点，快抢！他们在做什么呀？这是。本宫觉得无聊，姨娘们倒贴心的很，马上就来了一场蹴鞠比赛，精彩倒不能说，可笑倒是有余。婉娘，哦，娘娘，能不能玩点别的？你看，你九姨娘和十姨娘刚刚怀上。本宫累了，要回去休息。这顶金子，你们平分了吧。皇上吉祥。臣妾见过皇上。这些小儿用品和补品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这些补品是臣妾的额齐阁送来，给臣妾安胎补身的。这些小儿用品是给将来出生的孩子的。这些都这么早就准备好了？朕听说皇后贤惠，那请皇后侍候朕脱靴吧。让奴婢服侍皇上。朕有说让你做吗？出去。下去吧。是。朕今天去了驷马场。皇上是去看马了吗？不，朕是故意把靴子弄脏的。你心里在骂朕？臣妾没有，只要皇上高兴，一个月来臣妾这一天，臣妾都愿意为皇上做任何事。好，你不就是要朕宠幸你吗？朕成全你。皇上，朕没兴致，看不出来吗？静儿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讨得皇上喜爱？朕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真心想要讨朕的宠爱。你要是真的想得到朕的宠爱，怎么会弄丢凤求凰？婉宁觉得皇上跟姐姐是同样的人，身不由己，想挣脱却又无从使力，
皇上讨厌姐姐，其实是讨厌自己吧。你真的是朕的知己啊，朕说不出来的感觉你全都知道。其实婉宁今天叫那些姨娘们进宫，用一些小力让他们私斗出丑，本来痛快得很，可是痛快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以前婉宁恨那些姨娘，因为他们欺负我和我额娘，所以我立志要当一个全天下最有权力的女人去对付他们。那你岂不是很快乐？婉宁并没有因此觉得快乐，反而觉得他们其实挺可怜的。阿玛一个人的爱要分享给他们13个人，每个人又可以得到多少呢？怪不得他们因为一点点的爱就会斗得你死我活的。皇上，你知道女人为什么爱争斗吗？其实是因为寂寞。你一点都不寂寞，可比他们都幸福多了。皇上后宫3000，美女如云，婉宁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指不定哪天皇上另有新欢，婉宁还是要很辛苦的去想办法和别人争宠的。你哪去争宠，朕只爱你一个人。有皇上这句话就够了，可是凡事适可而止，适时妥协，这样才能得以长久，不是吗？你说来说去还是在为皇后求情，还是怕皇太后不高兴将朕推向别的女人？皇上也不能争宠婉宁一个呀，到时候害得姐妹们独守空房，就算皇太后不怪罪，他们也会每天念叨着要菩萨将婉宁变成丑八怪，然后赶快失宠，这样婉宁被他们念叨的多了，那菩萨也就不胜其烦，如他们所愿了。你这个鬼精灵啊。皇上，臣妾是认真的，特别是姐姐，婉宁欠她的太多了，请皇上看在婉宁的份上善待姐姐好不好？